学满语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什么情况？大家想看看你的舞姿。当然，管儿我肯定不来啊，我进不去的。主要没有这么粗的管儿，是吧？这个观众朋友们特别喜欢相声，也很热情。刚才两位说的也不错。哎，啊，站在外边这位呢，叫做安霄峰。是啊，站在里边这位呢，是曹鹤阳老师的徒弟。啊，我徒弟啊，毛晓彤。你说的非常不错，还娶了个女徒弟，还给你娶徒弟，收还不行。哎呦，你们这师门可以呀、啊！又有那句老话了，什么呀？要想学得会，先跟师。有名儿，你的思想有问题。刘晓彤，什么毛晓彤？刘毛刘，咱俩这音都不一样。别这么说，刘晓彤，刘晓彤，两个人说的非常不错。哎，传统相声是，下去休息休息。哎，这回把我们二位更换上了，该我们表演了。哎，又一年呀、啊，来到咱们美丽的成都啊。去年也是这会儿，喜欢成都吗？我挺爱这地儿。哎。怎么爱？因为我来了之后发现，我再吃辣的，我不闹肚子了。谁闹肚子了？昨天晚上拉到今天早上，不说了，作为一个东北人啊，稍微的在这方面有点逊色，我已经适应了啊。当然，曹阳老师去年就为了今天的这场演出呢，啊，特意的做了一个肛瘘手术才来的。这好像跟来这儿没关系。哎，喜欢成都这个城市，爱这个城市，对不对？嗯，非常的安逸，特别的巴适，也好吃，哎、啊，特别的开心。哎，其实作为演员来说呢，到任何一个城市去演出啊，演员呢都有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？不管是大演员、小演员啊，都得做一个介绍。哦、啊，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先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啊，我的哈基米。哎，听得我跟宠物似的。你就说搭档就行了。我的搭档，哎，罗威呢？没好话，报名字。刚来俩字儿了，你也逗人家观众，别让观众逗你。罗威大先生，钢管不爱听吗？不爱听。这名字作为一个男性多好啊！来吧，来，我站这儿叫吧，来。这么粗的钢管，那怎么我怎么还得这样我？哎呀，您这么粗的钢管应该是下水管吧？甭来这个，我有名字，有名字，哎，叫做曹鹤阳，哎，是我。哎、谢谢大家啊！不容易啊，哎，观众喜欢你，我开心。其实我也有名字，哎，他也有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啊，在云字科里边也是，啊，确实还可以啊。就说名字吧，前面有很多的诗歌，啊，我的名字叫做烧饼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呦，你成都的仇人不少啊，怎么一到你那儿都这种反应？观众喜欢啊，这是一种喜欢的表现。对了，其实演员来说呀，啊，大家伙很了解。什么呀？说相声啊，从小学艺，对，八岁学艺，现在说到现在啊，挺好的。哎，如果说按照这个从艺年龄来说啊，也得有20多年，得有了。从小学，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呢，啊，也得有快18、19年，得挺长了，时间很长。是，所以说对于逗乐大家的这个事儿呢，我们很有信心。哦，很自信。哎，对啊，但是说实话啊，现如今这个经济环境啊，啊，确实都不太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对了啊，人得努力，努力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多挣钱啊。那经济环境没关系，你一直是这个目标。就说呀，啊，我不能光有一份工作啊，跳舞，跳舞也挣不着钱。
我以为你要说跳舞只是其中的一个舞，跳舞很少，还能当健身教练。那只是一个爱好啊，那算爱好。对，那您有什么好工作吗？其实我平时一般，咱说相声不都是晚上吗？啊，对，哎，我基本上呢都是白天呢有一个本职工作。等会儿，说相声才是您的本职工作吗？不不，说相声这是副业，这个是副业。哎，你们这算是民营企业？你这话说的，相声团体怎么就民营企业？哎，说相声人有国籍，你们也不去啊？人得要我们呀，人家这话说好有自知之明。那你国企？不好意思啊，公务员。看大伙这反应，谁信你啊？你嗓子都哑了，说假话都不行了啊！不是，你是公务？对，公务员。你什么公务员？我没明白。中国有一个社科院，社会科学院。哎，这个有去过北京的朋友们吗？有啊，不少咱都去过啊。我去，还去过北京旅游啊？哪有这么说去不就去吗？就说北京建国门桥下啊，二环里啊，社会科学院啊，是在那儿。哎，啊，我那个工作单位就在社科院的旗下，还不是社科院。哎，对了，旗下。旗下就下属单位。对了，什么单位啊？语言研究所。语言研究所。对了，没听过。哎，我是语言研究所的烧会长。范儿还挺大啊，烧。不，我这倒不对啊，不对。语言研究所怎么会是烧会长？纳闷吧？人家都是什么什么所的所长啊，对，要么什么什么会的会长啊。为什么我是语言研究所的烧会长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的特别多啊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好，看看大家这个反应，你们是在讽刺哪一项？是会的多还是长得漂亮？这些？你不要给自己加戏，你就直接说你的能力就可以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那是以会员制成立的一个单位啊，一个场所，收纳每个地方的这个语言精英哦，纳为会籍啊，成立的这么一个场所啊。但您具体都会什么呢？不刚才介绍了吗？啊，会的特别多，长得特别漂亮。稍微不是，我倒倒可能你有点误会。我问您会什么？钢管舞。你怎么你上班你也跳啊？语言研究所啊，不是舞蹈研究所。会的特别多啊，长得特别漂亮。你别老提你长得漂亮的事儿，我们想问你具体会什么？会的特别多，长得特别漂亮。没法说。不是我的意思，你比方说科学家啊，有研究植物的，有研究动物的，有研究火箭的，有研究电子的。您具体研究什么？我研究语言。语言？对了，哦，语言研究所吗？那你会的特别多，指的是？就是所有的方言土语全都会。口气可太大了。哎，清新口气。哪儿的话都行吗？没问题，我随便提一个地方能难住你吗？随便问啊。往远了说，蒙古话怎么样？去过内蒙古吗？我没去过。随便问。不是，那我要说我去过呢？那也随便问。对，我得先说我去过。行，考考你啊。那比方说，我见着蒙古朋友了，我想打招呼问好，怎么说？首先来说啊，大家伙有去过内蒙的朋友吗？有吗？比去北京的人还多。成都人好爱旅游啊。内蒙啊啊，他没去过啊，大家都去过啊，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。知道什么？内蒙啊，是咱们中国啊最大的内陆海啊。内陆海。对了，内蒙没有人。谁说？都在水下。内蒙人打招呼都是呜噜呜噜呜噜，冒泡。哇，别闹了，不可能。那那顺口溜是怎么出来的？啊，是人都说内蒙是什么什么骑大马挎大刀呱唧呱唧可劲撩，那话骑大马骑的也是海马。
说话冒泡骑海马，怎么可能？你骑过海马呀？我没骑过，我看动画片里。别闹，它草原嘛，不是？草原？怎么？你别跟我来这套啊！怎么骂街？蒙谁呢？草原，骑的是活马，活马。你有点傻马了。来这趟草原别骗人啊！去过内蒙，我看我都看啊。内蒙人见面打招呼啊，闷的了闷的。等会儿闷什么？闷的了闷的。闷的，这是复数。见面打招呼，根据当地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啊。什么意思？哎，蒙古人出行骑马啊，比较辽阔哦，老远就看见对方了啊，先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啊，闷的了。吸引到了，哦，看见了，闷的，两个人拉近了，哦，就闷的了，闷的，哎，哦，哎，那要人多一点，我想问大家好，齐了闷的，齐了闷的，人多了，哎，再多点啊，那我要问全国人民好，那就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的闷的，通通闷的，这对吗？这个不对，不对，你瞎说，告诉你对的，有机会说吗？啊，我也没机会上春晚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到春晚上你给人变声机吗？我倒没病关那两下子。哦，行，那问点别的啊。想起什么问什么啊。哎，那蒙古话管这个，哎，走怎么说？亚不路亚不路，什么意思？就记成亚马路亚马路就。这不打白话吗？那，哎，就这么好记啊。哦，哎，那快点，骑了亚不路，骑了亚不路，就是骑了亚马路，骑了亚马路，别躺着。那要是。蹦起来跑，蹦起来跑，哎，拔个鸭路，哎，你个骂人啊！废话，有这动作吗？蹦起来，歘，这不就出去了？那叫窜，东北话就卡拽了。我想起什么问上什么，这不是？咱就画画画啊，那蒙古话管这个，哎，吃饭怎么说？扒了一地，扒了一地啊，扒了一地，蒙古人都撅着吃。吧嗒一地什么意思？吧嗒是吃的象声词哦。有人吃饭有扒的嘴儿，扒的嘴儿哦。粮食牛羊，啊，都在地上哦。吧嗒一地，吧嗒一地，哎，那我再具体点啊。比方说，我吃肉，吃什么肉？吃肉啊，马哈一食，这跟吃饭不一样。马哈，马哈什么？马哈一食，马哈一食。再具体点，吃什么呀？我要吃牛肉，牛肉啊，打鸡就麻烦一些哦，打鸡打大鸡就麻烦一些，牛肉吗？那我要吃羊肉，小鸡就麻烦一些。那我要吃鸡肉，尖嘴子麻烦一些。我要吃鸭子肉，扁嘴子麻烦一些。蒙古人说话都在特点上，那有比这简单的？那你牛肉你直接就闷闷麻哈一声，羊肉就是咩咩麻哈一声，鸡肉就是嗝嗝麻哈一声，鸭子肉就是嘎嘎麻哈一声。内蒙人就这样，你这不都按特点找？那我问你，我要吃大象肉怎么说？长鼻子麻哈一些。我吃蛇肉，曲里拐弯麻烦一些。我吃骆驼肉，两个坟包麻烦一些。真能编，还两个坟包吧，两个。哎，你直接说麦当劳麻烦一些。那麦当劳怎么说呀？麦当劳一个小丑麻烦一些。啊，肯德基就是一个老头麻烦一些。都在特点上找，你说的嘛，这个两个分包。那你要我吃企鹅肉，内蒙有企鹅？怎么要企鹅？企鹅在哪儿呢？企鹅在南极呢，南草原深处走出两只企鹅来，牧民跟这喂马。我去，好家伙，冰山长毛了。你这话不行，那你企鹅万一企鹅改上放个五一架呀？人打包买上一条鱼，人溜达的从那边就溜达到草原，怎么就不行啊？企鹅从南极溜达到草原，这么俩短腿，
腿都磨没了，草原深处走出一肉蛋来。肉蛋像话？没有这个，你别给我打岔，我就问你，企鹅肉怎么说？非要吃就吃它。QQ 吗？大爷。内蒙人见过企鹅吗？现在哪儿没那么南极研究语言的时候有企鹅吗？啊，那会儿有可能没有，对不对？弄那内蒙人征战到欧亚大陆的时候也没看见过企鹅呀。企鹅那会儿还没溜达过来呢。行行好，你问点内蒙人发明语言是有的，对不对？不问了，不问了，你就自己介绍吧。你什么拿手给大伙儿展示什么得了？我不问。咱最拿手的啊，得说这个北京话。北京话，对，他工作单位在北京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北京话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好多这个外地朋友一到北京去啊，都知道北京话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儿化音啊，对，这谁都知道。但是有的好多这个朋友们 啊，在这个儿化音，他不知道这个儿化音放哪，放哪？对了，我不懂。你看啊啊，两个字儿啊，北京话怎么说？没门，没什么？没门，没门是？就是没门。啊，叫什么话？没门。再怎么说啊，没门啊！啊，你跟我说这个没门，哦，就是不行的意思，有点糊涂。能不能就是这样？外地朋友怎么能快速的分辨出来呢？哎，对了啊，一看就分辨出外地朋友了啊。北京一说叫没门，没门啊，没门。哎，外地朋友容易把这个儿化音啊放在没字，没。哎，对了，门不摸。也不至于吧？有这种现象，我媳妇就这样。好，那是他们家的事儿啊。我媳妇在北京，你跟北京人聊天是没门。对，他媳妇是上海人啊，就是捋不过来，没门。那当然，我认为 啊，北京说话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技巧，什么技巧？不用想这个儿化音放哪啊，外地朋友该怎么说怎么说啊，您就在这一句话的最后啊加上两个字。两个字，哎，就是北京话了。什么字呢？您那，您那。对了啊，北京人喜欢用什么呢？啊，第三人称的尊称。你我他不说啊，您啊您啊，哎，你不说你啊，说您称呼您尊称啊，他也不说他啊，说摊摊，就他底下加一个心啊，这念摊，第三人称的尊称啊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您那加上了，就像北京话。啊，就是外地朋友去了，甭管说什么，只要说您那，就像北京人说话。对，你看，比如说咱东北人吧，啊，东北人，吃饭了吗？您那？啊，有点那块儿。哎，比如说到成都朋友们到那个啊，到北京了啊，好安逸哦，您那。有这点的意思，怎么听都怪怪的。加上那您那，就想着老北京。那北京人正经说您那也说呀，什么样呢？大街上见面了啊，刘哥，啊，吃了吗？您那对，正经北京话都怎么说？有这句吧？您那啊，干嘛去？您那哦哦，哟，回见吧？您那啊，慢走吧？您那，啊，去死吧？您那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就这句是不是有点多？不是，你说说什么后边都加个您那吗？都去死了，还挺客气。你说的，我说你去死吧，这多难听啊！去死吧，您嘞！您要这么说，您得说一路走好吧，您嘞！啊，这句是文雅的。哦，这就是北京话的特点。对了，您嘞，当然离北京很近啊，我师傅的故乡天津。天津，啊，天津说话有意思啊，好多人说叫天津管，叫天津叫什么呢？啊，哏儿多，哏儿多，说话很幽默，哎。但是天津属于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水旱的码头。哦，说话要脸要面啊。比如说北京，愿意称爷啊，哎，二爷三爷你，哎，到了天津不一样了。天津呢，哎，带姓氏，姓氏。比如说您叫啊，姓曹吗？你不用磕巴，我就是姓曹。姓曹了吧？你废话，这写着在那儿。成都站啊，这个我叫成都站，笑话。我姓范，姓生平先生，那个曹鹤阳。你别抹完鼻涕往我身上蹭，盯你半天了。哎呀，你要不说，他们就发现我。我发现不了，你就说怎么着？要比如说天津人见您啊，哟呵，这不是曹爷吗？
哦，这是客气，曹爷。哎，对了，啊，那我怎么回答啊？您爷，爷您嘞？不对吗？应该是北京人走丢了。我是按照这个逻辑，天津人有天津人的礼节啊，天津人呢，比如说见面打，你先叫我，我叫你啊，就是稍微不好听啊，表爷。哟，反正就随便叫我，行，饼爷，哎，爷，怎么像黑曲了？我就是他很客气啊，就回赠我。对了，显示尊重。你给我面子，我也给你面子。这不是过去怎么聊天啊？那现在也这样，不太繁琐了，叫这么多不当事儿啊。那一人您呢？少点儿，客气，表达你心意够了就可以。少点太多了，爷，五个呢，四个行吗？四个试试呗，可以啊。彪哥，曹爷，爷，哎，这挺好，差点意思，没有那么气派。那可能就是逻辑上的，再少点，三个，能行吗？可以啊。彪哥，曹爷，爷，别麻烦，还像海豚儿，我觉得俩最合适。来呀，俩行吗？来呀，来试试，试试呗。彪哥，曹爷，孙子。给我下套是不是？干嘛？我别打管身上啊！别打管身上，我怕你要跳。没有搭下水管身上的，知道吗？不爱套路出牌是不是？那怎么谁让你往下说的？就说这。哦，那您说天津话的特点怎么能学会？哎，天津话也有特点啊。哎，爱说什么呀？什么？爱说干嘛？干嘛？对，啊，就是干嘛的意思啊。天津人说出来，一说出来很有天津的特色啊。什么特色？你干嘛去？你干嘛去？哦，这像天津话啊。哎，我不干嘛去。哦，不干嘛？你干嘛去啊？你想干嘛？干嘛去吧。这俩人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这什么一点营养都没有。啊，这就是天津人基本的对话。哎，干嘛？对，干嘛啊？当然到了河北省啊，唐山啊，也有这样的啊。唐山什么叫法啊？走啥去？哎，我不走啥去啊？不走啥走啥去啊？该走啥走啥去了？这俩人跑唐山去了啊！这是窍门啊。还有吗？到了河南能啥？能啥啊？那能啥去？我不能啥去，我能啥能啥去，还能啥能啥去啊？就这，学会了啊，很简单啊。这个成都有类似这样的方言吗？有，有吗？口头语，还像那个叫啥？叫啥子？啥子？干啥子？干啥子？不干啥子？不干啥子？干啥子？这句太长了，这个啥子？干啥子？这个可以，这也能普及啊，跑到哪儿都能普及。其实又演员到哪儿不都学习吗？啊，都得学习。对，一说大家伙儿到当地都能听得懂了。有道理。尤其到了我们东北，说话呀比较豪放，豪奔放一些。哎，说话瓮声瓮气，啊，有劲儿。哎，说什么干啥不叫干啥，那叫翻，叫干哈。啊，正字它发是干，对，干哈。然后还不能说清楚了啊，得发一种气声音，气声就打这个盆腔啊。行，等会儿哥，打哪儿？盆腔，那叫丹田，腹腔。不是，你没有盆腔，腹腔。有点羞臊了，就丹田的腹腔。对了，打这儿往外发这劲。哦，说句话那么得从这儿往上跑，咱这东北人就这样吗？你干啥去？我不干啥去吗？你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我干啥去吗？借这个劲儿是吧？哦，这都是您研究窍门。哎，这都算推广一个方言的办法，推广当地特色。哎，好，大家听着又好玩儿，哎，又加深情。好好学习了。当然这些个呀，啊，这只是我们这个研究所的一个小的一个成果。这还算小成果？小成果。那大成果得什么样？哎，挖掘传统的方言图。哦，哎，比如说吧，考一考你啊，随便考。现在有这么一个这个方言啊，
有文字的记载，还有文字。哎，对了，但是呢，会说的人呢，啊，确实也寥寥无几了，还是咱们中国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。那我就更不知道了，我对这东西没什么研究。去过那个，北京的故宫吗？故宫去过，打小去过好几次。那就好办了。什么意思？故宫啊，啊，往里边走啊，我就进去了。哎，有一个店叫做太和殿啊，太和殿啊，太和殿，我忘了。不是，比如说乾清宫啊，乾清宫我知道，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，乾清宫仨字写着啊，乾清宫啊，对，是竖着的匾，我知道啊。边上是不是还有一圈曲着拐弯那个字儿啊？你说那些文字，哎，那个字念什么？乾清宫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赖我，赖我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文字啊，文字叫什么？那不是拼音吗？那个不是，前些中间标注的也跟你小时候学一样吗？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字，那是皇家满族的文字啊。你的意思就是满文？对了，哦，哎，见没见过？我见过，会读吗？会啊，前清宫。您这叫翻译过来了，你问我，你都给我字儿了，我能那叫翻译过来了。哦，得真正得会写不行，他单弄出来我肯定不认识。哎，对啊，得会读，会读还得了解他的历史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像当年清朝啊，努尔哈赤啊，努尔哈赤带领着清兵入关啊，一直从山海关打到了北京啊。是清兵入关，这我知道，这段历史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那吴三桂啊，对对对，守着那山海关啊。对对对，问你 啊，清朝八旗子弟啊入关之前说的什么话？入关之前啊说的是东北话。山海关嘛，山海关以外东三省啊，你说东北话。没错没错没错吧，对啊，这常识啊，对吧？山海关以外东三省肯定说的是东北话呀。然后他们打进来了啊，我干死你们，整死你们。不是，你不要那种表情，你瞅啥？不，你瞅啥？要干死你。不是你，不是那皇上说东北话。有可能啊，他不是从关外来吗？这事真有可能啊。咱们当然，咱们是现代人啊，过去古代咱也不知道什么样，但真有可能关外来说东北话，有可能。那《甄嬛传》不就改成《乡村爱情》了吗？不是，是后来咱们全国推广普通话，《甄嬛传》得按普通话那么拍。但你往去过去皇宫里边，那就能说话。皇宫里边说东北话，怎么不行呢？那也不严肃啊，正常交流不显得不严肃吗？那太监一上朝一面，那个今儿啊，那个有事儿说，没事儿就该干哈干哈去吧。这你这大白话不行，他念圣旨的时候才严肃，应该是奉天承运，皇帝有科，这才严肃。那皇上一下朝，到皇后那屋，那个皇后呀，那个酸菜给我整上了没有？我想吃点血肠，给我仨菜给我焖上。这有点玩笑，不是人家正常交流，没有这么夸张。人能说东北话吗？那说什么呀？曲里拐弯的满语呀、啊，保不齐满语的发音就是东北话的。我说，当然啊，也不乏来说啊，这个。当时啊，好多满语变成了现在东北的普通话，东北的方言土语。哎，对了，哦，对，笤帚疙瘩，笤帚疙瘩，不就是扫帚？哎，对了啊，满语，满语是，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坑是瘪肚，坑是瘪肚，满语，这是满语。骑了马哈，越听越是东北话。满语。哦，但我没研究过，咱哎，其实也在咱们身边啊，只是呢。哎，也没有发现。哎，那这样，您是专业的，给我们大伙讲两句，我们听一听。哎，满语啊，上来大伙儿，是吧？来，讲两句满语。来，你稍微等，您先等等等等等。
等等啊，这个有一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？这个语言是什么呢？啊，它得有环境啊，语言。为什么小时候咱们说实话，就像我们这个90后来说，学英语，你的面相不能信。不是我90后都还不行吗？80后来说呀。70后啊，这个确实。你就说在你北京猿人的时候啊，在我们还饶过分了，过分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学英语，英语为什么学不好？你没认真学呀。那跟认真学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那你想家里边没有会说的，没有这个语言对话的那个能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除了学校上课以外，在家没有这个氛围。对了啊，记忆不深刻。哦，天天用它才是。对了啊，今天为了这个记忆深刻一下，让大家伙儿别白来一场。那怎么着？您想学吗？可以学一学啊！您配合我，我还聪明学。咱们来一段这个满族人啊，这个正常的这个日常交流。别动，我一句都不会。哎，我教你啊。可以，太简单的学，可以，好不好啊？那个，我简单考您点小知识。您说，满族不是八旗吗？我知道。哪八旗？电视剧里演过啊，正黄、正红啊，不是，它叫整黄、整红、整蓝、整白，镶黄、镶红、镶蓝、镶白。对，哎，要来这八旗呢，咱也不能在这八旗之内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宝旗啊，台下坐着哎，四川的满族是吧？满族朋友啊。北京颠沛流离跑到四川来了，也有可能是内蒙过来的。对，就是万一呢，人家家里边有这个土不好啊，不好那哎，对了，咱们单摘出两个旗来，创造两个，挑出一黑旗来，挑出一个绿旗来，你怎么找的这俩色儿？你知道吗？再啊，无所谓。然后呢，咱们挑出两个角色，一个叫波之虎，一个叫左领。哎，波什么玩意儿？旗主和副旗主。哦，就是两个领队。哎，对了，可以。然后呢，咱们也不能姓什么张王李赵啊，那是汉族。哎，对了啊，您就得来个满族的姓氏。那您给我起一个，什么叶赫那拉呀、瓜尔佳呀、赤秃噜啊，这个来这个啊，大侠好，你就叫、啊、你姓瓜尔佳，瓜尔佳好啊，好吧啊，你就叫瓜尔佳瘪三。哎，我还是一个上海的满族，瘪三小啊。咱非得起名字吗？上海的满族闯荡屠戮，叫名字指不定起成什么。咱不要名字，直接聊好了。行，可以 啊，行。见面咱们有老理儿，老理儿。哎，过去看电视剧啊，都得。我懂，这我知道，这这样，对，我知道这个，这是怕那个行刺皇上，所以这袖子得甩，显着里边没东西，是这意思吗？您是想多了呀？没有，我看过人清朝为什么甩那袖子，就是怕里边藏东西。但是他这玩意儿不严谨，你说他往下甩，你说我要是藏东西，我歘，完了该死也得死啊！是俩黑道出的，皇上穿着防弹衣呢，那会儿有防弹衣吗？人家当时人家满族，人家服饰是为了骑马啊，骑马这个叫马蹄袖，懂吗？啊，人家是为了把这袖子攒下来。这么显示啊，尊敬他的不是防刺杀是吧？我一直以为是刺杀的啊，您是专业的，没听说过，好像这儿一葫芦掉下来，刀、改锥、钳子、扳手，那藏的也太多了，那别让他蹦两下不就完了？行，好，那您。这边来啊，我从这边来，可以，咱们不要过多的意淫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当一个正常的正常交流，就幻想一下吧。哎，干嘛去？管得着人家干嘛去了？人看你都看尿了，你想想。憋着尿了，为什么这么出来呀、啊？过去人家满族八旗吃黄饷，啊，国家一月给发钱，啊，清朝那会儿吃，一点烦心事没有，就是吃喝玩乐。没有烦心事也不能这样，跟傻子似的就这么出来了。怎么不开心啊？
开心也不用表现，哎，就得表现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对了，异于常人。哦，关键比你要不开心，别的挖你自己，人取悦的你有问题。能有什么问题？哎呀，那时候的年月，你想也没有手机啊，那帮人不串闲话等什么呢？串能串什么闲话？哎呦，八卦着呢啊！一扫我们家人走出来了，你呵，他们家准是出事儿，他爸肯定让人皇上给抓起来砍头。至于不至于？你说你就高高兴兴的走出来，心情也好，家里人也开开心心的，不好吗？哦，你非扫我们家人走出来，以为你全家人都死了。大哥，哎，我哑巴是怎么着？我说什么呀？你正常叫我呀？我叫你，我喊你阿哥，你喊我啊，你喊我啊。欺负我不懂啊吗？那是爸爸的意思。全都知道什么意思？骗谁呢？你也叫阿哥的？阿哥是什么意思？兄弟，兄弟啊，行，那客气是吧？哎，好。阿哥塞，阿哥塞，阿哥塞，阿哥。哎，然后你这么叫我一句啊？你就叫我一句。我叫你阿哥，你说阿哥，我说塞你了。那我得说，你也回答我塞你，这有什么意思？你好，你好，早说呀！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样出门太累了，以我的身体素质，容易死到半道。咱就直接来吧。身体素质太差了，阿哥塞塞扒了胳膊塞塞，不会就问啊，我问问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不说塞一塞你好你好吗？啊，问你扒了胳膊塞，那我得说问你全家好啊，全家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你回答我胳膊塞什么意思？都死了。你别废话，我都这么出门了，你没死啊？哎呦，家里一点牵挂都没有了。我去，家里都好着呢，都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全都健在，都在。我不问你吗？啊，扒了胳膊塞啊，回答我啊，胳膊塞。这不跟刚才那句一样吗？哎，不一样啊。刚才回答的是胳膊塞，都死。这是胳膊塞，活不了了。合着满语都拿语气找，那怎么了？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明白了啊。阿哥塞塞扒了胳膊塞哥塞呀。我们家都估计打鸡血了，好家伙，都好着呢。买白菜，买白菜，你去超市，这儿有卖白菜。上什么超市？买白菜。问你矮白菜，矮白菜干嘛去？哦，那我回答。哎，回答挖鸡哥班里。哦，挖鸡哥班里。哎。还有脏话呢，还骂人呢？谁说脏话了？你说的。妈鸡哥掰特比，妈鸡哥掰特比，骂你哥妈。你说太像了。妈鸡哥掰特比。对啊。哎，问你干嘛去？啊，我回答。哎，你回答我，妈鸡哥掰特比。这是我死去。家里都好好的，我干嘛死？我知道你干嘛去。我就出去溜达溜达。那你回答我呀？啊，妈鸡哥。哎，特比，这局气氛要下来，就把我自己玩出去了，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大家。哎，白菜，马吉哥，白特比。比你的父亲娘娘的三比。要不我还是死去吧。这局太长了。这局长是我的词儿，跟您没关系。哦，我不用这么长。哎，对了，那我怎么说？您就回答我。黄一拉裤，黄一拉，黄一拉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句是满语里边代表美好和幸福的象征。哦，就这句也得开心的说，也得饱满，要不然头里全白说啊。家里边集体的团聚，这么一说就吓人。行，好，听您的，咱打头来一遍，打头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一段对话。哦，行，哎，回来啦。这还聊的，成功了吗？这玩意儿有不成功的吗？阿哥塞塞八个塞哥塞买白菜把你哥卖了给啊，比
要变个三分之一。啊，换拉姑，换拉姑。学的还可以是吧？学习能力太强。哎呦呦，可以可以，聪明嘛，有分是。哎哎，那我有个问题啊，我刚学的还可以，没毛病。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嗯，您刚才说那个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发电报来了，不是你那剧场的那个，你想问哔哔哔好厉害没啊？三个零什么意思？哎，就这句。哎呀，这句还不能告诉你，为什么呀？他这人脾气大，万一跟他想的不一样，他当时就翻脸。不可能，学知识怎么生气呢？不会，当着大伙发个誓。发誓，万一要生气翻脸，你是孙子。凭什么？你就告诉我。怎么样知道？行，好，我发誓，我听完这句我要生气了。儿子，哎，我发誓，我听完这句我要生气了。我是孙子，行吗？你不就问这个逼心逼了心那样那个三个梨吗？哎，对，就这句，就是把你给我当儿子，问你愿不愿意。哎，生气就是孙子啊。生气我要搓一边，那我就黄一大裤子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